在别人的需要上，我看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。我体悟到我的生命只有对别人有帮助的时候，他的存在才有意义。2010年4月，我初识了圣贤师父，当时的他孤身一人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。4年多过去了，2014年，圣贤师父和他带领的觉心圈搞了103个活动，我非常的吃惊和诧异。圣贤师父和他引领的觉心圈越来越强大，圣贤师父也有众多的护持者和众多的弟子，我见证了圣贤法师和觉心圈一步一步走向了全球化。默学圣玄是来自台湾的佛教出家法师，今天很荣幸为各位推出全球首创以音乐形式传送的文殊八字真言，借此机会先简介文殊八字真言的因缘。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，全球财经地位突变，气候诡谲多异，地震海啸频传，饥荒四起，病苦连连。简言之，这也是一个灾变的时代，如何因应这个现实环境的转变，适时承负自我责任，转化困境为顺势，显然这是人人刻不容缓，应该共同学习的课题。但是在历史的洪流中，早已见证人的渺小与软弱，唯有提升智慧，增强身心灵能量，方能超越未来的窘迫，迎接新世代的来临。文殊师利菩萨数以般若智慧见长，文殊在密教的愤怒像，也就是大威德金刚，他极尽悲悯地将自己化身为文殊八字，以他大无畏勇士的精神飞行空中，放光加持众生，帮助世人习灾免难，进而祈求圆满，得殊胜最大福报，并且毕竟共证菩提。因此文殊八字真言又称一切佛心大无畏八字真言，或称文殊八字大威德心真言。在佛教大藏经中有多部经典教导传授文殊八字真言，例如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、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、大圣妙吉祥菩萨秘密八字陀罗尼修行曼陀罗次第仪轨法等等。圣玄将他归纳持诵该咒语的功德利益简介如下。首先，文殊八字真言堪称习灾除难特效咒语，例如不畏日月五星28宿诸恶变怪而起灾难，而且国中无诸烽火霹雳等难，再者国中的人民无诸横死等等。其次，在所求愿满得殊胜最大福报方面，本咒语则让持诵者诸愿悉得随心，一切皆得圆满具足，现世得以成就一切吉祥，诸事圆满，得大富贵，所行自在，再得寿命长远，众人爱敬，最后临命终时得普门三昧，即见文殊师利菩萨。时事之故无人了知，当此灾难频传的时代，文殊八字真言不仅解脱众生苦难困境，
破除生死疑惑，甚且深具安身立命的时代意义。当此之际，不适时力推文殊八字真言，再待何日？唵嘛呢叭吽，伽娑哆。唵嘛呢叭吽，伽娑哆。Sure.